三年建造的，后面呢根本就没有通路，进出派出所必须经过蜿蜒的步道，而门口横穿而过的铁轨呢也是这儿的特色。如今由于道路的修建，进出就改由后门。至于为什么没有把门面对调过来呢？根据我个人侧面的了解，应该是跟个人讲究的风水有关吧。现在简寻官正带着我到明月检查哨去实地的了解一下。明月检查哨位在通往石猴的途中，还必须坐火车才能到达。从阿里山的旧火车站出发，大约要15分钟的路程。小火车穿梭在林荫之间，沿途还得经过24座桥梁、12个隧道。明月检查哨就这么孤零零的坐落在这片山林之中。除了建筑物，现代文明的产物在这是根本看不到。